今天来开箱台北大巨蛋的观众席，从 L 二外野以及 L 四与 L 五内野区，赶紧跟着小编一起看看哪边视野最好吧。首先，我们从 L 五内野看台区，无论是中间还是左右两侧，虽然离球场距离有点远，但可以透过大荧幕看到球员的精彩表现。但是小编觉得最致命的缺点就是厕所一定要走到 L 四内野，这一点就有些不太方便了。接着是 L 四内野区，与 L 五居高临下有着不一样感觉，离球场距离近了许多，也能更清楚看到球员互动。L 二内野与 L 四内野区的价差有1000元左右，如果有预算考量，也能选择这边哦。最后是外野区，虽然投手与打者的对决只能透过左右两侧小荧幕看球赛，而价格方面虽然比其他球场贵，但是一想到大巨蛋是室内球场，这点还是很值得了。